哎，你好，美女，麻烦你有笔吗？现在谁出门还带笔啊？我没有。不是那个眉笔、眼线笔、口红都行，我现在特别着急，想记个电话号码。那我给你找一下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收到需要赶快恢复的信息。哎，谢谢。记啊。你说呀。你是不是老聊着小姑娘呀？没有，不是你让我给你找找心动的感觉吗？你心没心动吧？心动了，但是你肯定有问题。我没问题，我有什么问题呀？你发誓。啊，行，我发誓，我心里只有你。如果我的人生是一部电影，那么你一定是那部广告。你才是广告呢，你就说我多余呗，谁爱看广告啊？不是，你理解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广告往往出现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。我把我的手给我买去。